小胖，给我泡杯红茶，有点渴。来了，客官您稍等。好嘞，你要的红茶，刚泡的热乎的，注意烫。这么热的天，你给我泡这么烫的茶，什么意思？不想让我喝是吗？给我换伯爵红茶奶冻。好的，老板消消气，我马上去给您换一杯来。这么好喝的红茶，正好给我喝。真好喝，不就是伯爵红茶奶冻吗？今天就给你做个超正宗的伯爵红茶奶冻。起锅点火，锅里倒一盒纯牛奶，高端的食材每一样都有目共睹，真材实料，童叟无欺。再泡一袋伯爵红茶的茶袋，倒点白砂糖，搅和搅和，趁煮茶的功夫再来泡个吉利丁片。红茶煮出颜色，牛奶煮至微微沸腾状态后，把红茶包捞出，再把泡软的吉利丁片加入，继续搅和搅和，搅和至吉利丁片完全融化后，再倒入一碗淡奶油，继续小心的继续拌，继续拌均匀后，拿个盒子把奶液过滤后倒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送去冰箱冷藏两小时以上。2 hours later， 再来煮个珍珠，珍珠冷水下锅，边搅和边煮，煮至珍珠全部飘起。然后盖上盖子，中火煮5分钟，继续搅和搅和，关火盖上盖子，再焖5分钟。Later， 煮至珍珠500星后捞出，捞到凉水里冷却，这样珍珠的口感会更 Q 弹。奶冻冷藏成型后，加入珍珠。超级正宗的伯爵红茶奶冻就做好了，请慢用。哎呀，这看着不错啊，看着端溜样的质感，吃起来应该会很爽。先来一大口珍珠配奶冻，哇塞，这口感嫩嫩滑滑的，满口的红茶奶香味，吃在嘴里入口即化，再搭配 Q 弹的珍珠，冰冰凉凉，夏天吃一口真的太爽了。